好。Hello，粉丝团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今天又是爆热的一天哦，满身都是汗嘞。来，这一台是二代的马自达三哦，是微象马三。那这一台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今天安装的版本啊是竞技版的设定哦。那竞技版的话，其实我们也分了很多种不同的设定哦，包含啊像这一台的话，如果啦车友们有要下到力保的话，也还有不同的弹簧搭配，可以提供更激烈的一个操控。那今天这个算是一个初阶的一个竞技的设定哈。像后方的弹簧的话，我们还是一样维持六公斤，因为这一台后方六公斤的话，在最主要的还是在阻尼的哈，所以我们的后方的阻尼啊，有特别有加粗跟加强。前面的话，一般来说这一台是配七公斤，那竞技版的话，我们就配八公斤哈。这个是原厂的避震器，原厂化避震器应该是还没有换过，所以它的状况啊都没有很好了哈。这个是后方的筒身，它的行程其实还蛮长的。这个上座啊，它算是一个橡皮的材质哈，这个上座都已经有变形了哈，差不多都已经快需要到一个汰换的程度了哈。这个是后方的阻尼，它的阻尼的话其实跟 Focus 很接近。阻尼筒作动倒是还正常，但这个有没有换过，也看不太到那它的 logo。这个应该是有换过了，来，这个是前面的筒身，那前面的零件啊，跟 Focus 的二代很接近，很接近。哦，这一台应该是有换过，因为这个的后方的宽度啊，像这一台的话是51，啊，这个的话是36。这个是 Focus 的规格，这个弄错了哈，它原厂的，所以我们刚刚师傅在装的时候，等我一下，应该是会不太好装。小马，它刚刚下方的铁套宽度是不是跑掉了？没去啊，哦，它的刚刚这个下方的宽度铁套是不是变很小？哦，它原厂是要51的，像这个话一定是有换过，因为原厂的宽度是51的，所以刚刚师傅在拆装的时候，会把它原来的板件呢、已经变小了，因为它装这个已经装很久了哈，所以这个筒身我觉得它品相还很好，但这个上座应该是已经快损坏了，好，这个上座已经变形了，还有这个馒头啊哈，已经差不多快坏掉了，但筒身还好哈，可是这个筒身不是这一代马三用的规格哈，这个不是，好。那前面跟后面的避震器的话 ，KT 哈就都有附新的上座，所以啊，这个上座就算坏掉了，那也没有关系，因为 KT 有附一个新品。那车友的话也刚刚才升级了轮胎跟铝圈哈，这个是马吉斯的 M1， 这个也还台湾还蛮不错的轮胎。然后这个是Maro 炫压的铝圈，经理也是装这个型号的，还蛮好看的哈。这个是17寸2154/57，都已经升级好了。那再来就是 KT 的避震器哈，这个筒身呢、比较粗，因为这个版本是竞技版的，所以贴纸这个角度拍不太到。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前面好了。这个防尘套也是跟早上的 Yaris 一样，都是做加长型的哈，它能够对这个轴心最需要保护的这个银色的活塞杆呢、做一个全面性的保护。当车身降下来之后，它是整个罩在下方的，所以能够保护到后面最需要保护的轴心。那后方的弹簧是专用的规格，下方的弹簧下方有一个橡皮，那一个橡皮的话是要沿用原厂，但在弹簧上方的话，原厂也有一块橡皮。这个是原厂弹簧上方的橡皮，这个要记得要拿掉，因为 KT 的上边的话有一个调整机构，这个调整机构上方的话也有一个橡皮，那一个橡皮就是为了这款车的底盘啊所专门开发的零件，所以它的密合度的话相当的不错。那这一台车一样，弹簧跟避震器是分开的，所以还是一样有一个重点，弹簧在支臂之当中，千万啊筒身的长度要特别注意，筒身如果缩得太短的话，它的一个弹簧就会预载过多，就一定不好做。
那如果了哈，在调整上的话，比较不会遇到的失误是铜针我们放得很长，放得很长的话，它的支臂是松的，所以就不太会有这样状况。通常遇到的都是铜针啊缩得太短，把弹簧预载过多，造成预载之后的不好做的一个乘坐感觉。那这一款车后方啊一样是多连杆的悬吊系统，一般来说来这里安装，经理都会推荐车友啊要多装仰角调整器跟竖角调整器。因为像这一台车高等一下降下来的时候大概是两指到两指半左右，这个后轮的轮胎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叫 camber， 这个 camber 的角度当车高还没降下来的时候它会微幅、哦、一点点角度，可是车高降下来之后的 camber 角度会变得比较趴。像这个轮胎还很新耶，如果它的 camber 角度太大的时候，这边磨耗会比较快，原本这条轮胎可能有办法磨耗四万公里才需要汰换，可是因为角度的不正确，有可能一万多公里就要汰换了，所以有点浪费哈。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建议车主啦，要改装避震器的同时，建议一起加装仰角调整器，它的 camber 就能调整。竖角调整器的话 ，KT 本身就有制造了，所以仰角调整器跟竖角调整器都建议车友们了一并在改装的时候一起加装，因为如果你装了避震器之后要定位定一次，但是哇。结果定位的角度不甚理想，还要再加装的话，变成你加装这些仰角调整器或者是竖角调整器，还多需要支出一笔额外定位的费用，所以一般来说都会建议的车友的话，就不妨就在改装避震器的时候一起加装，会比较能节省一些费用，那对轮胎底盘的一个操控还有轮胎的寿命呢都有正面的帮助。好，那后方的阻尼调整的话，这个是在上方，想把那个后方的调整杆不能放上去哦，它会压着。这一台车要注意，它的后方上座其实空间还蛮有限的，如果我们把调整钮放在上面的话，就有可能会把调整钮一开始的时候橡皮还比较硬嘛，那可能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压缩到它的调整杆，那就会造成还蛮重的一个异音的状况。在我们其他的经销店家里面有遇过类似状况，所以经理在这里的影片的话提醒车友，提醒技师，后方这一款车的话，调整钮的话，调整完毕之后记得把它抽起来。那它调整的一个区域的话，是在后行李箱的两侧哈，就能够做软硬的调整。这个是这一台车的后方悬吊。那前面的话就比较简单，前面是麦花臣的悬吊系统。那这个是 KT 的一个禁忌的一个贴纸哈，像是我们在避震器的那个调整没关系，好，这个上方。这个弹簧是配八公斤，一般是配七公斤嘛。那这一台是配八公斤的规格，它有一些油管固定架，还有 ABS 感应线，它是扣在离载串的固定点，这些都是跟原厂一样的位置。那上方的话，我们把引擎室打开，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上座。它原厂上座是做一个母孔啦，但是改装之后就会改成公孔，所以我们会附一个新的螺帽。让车主来做锁付哈。好，这里的话有一个旋钮，这个旋钮在这里调整软硬度，前面的话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往顺时针的话就会变硬，往逆时针就是变软。那左右哈一定要对称的哈，左右左边跟右边一定要对称。在调整阻尼，在调整软硬度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像今天的扁平比啊，轮胎的扁平比是2:5 4:5:17。也算是扁平比比较偏低的，所以胎压的一个压力值啊就非常重要哈。像是日系车，我们在驾驶座的门打开，在 B 柱的下方就有一个原厂建议的胎压值，像2:5 4:5:17的话，大概是冷胎压32到33 psi 左右了。所以我们把胎压设定好之后，再来调整阻尼，这样的顺序哈才比较正确。一般来说，如果原厂的避震器的话，因为它的路感回馈比较没有那么直接，所以胎压的话，即便达到38、39，甚至40啊，也都还可以，只是会比较颠一点点。但是改装避震器不同哦，如果胎压设定的太高的时候，它路感所回馈回来的感觉就非常不好，所以会建议第一个胎压先设定好之后，再来设定软硬度。那软硬的阻尼啊，左边跟右边一定要对称，前后的话。可以不用一致，或者是说有固定的几段几段的落差，好，前后的话可以不同的段数都没有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 KT
就是一个制造这些避震器的工厂啊，并不是委由他厂来做代工的，所以避震器的话是需要售后服务的哦。譬如说，刚刚说到了后方很长的那个防尘套哈，或者是任何一个螺丝螺帽啊，这些零件哦，其实如果啦，万一日后用到它的寿命到了要做汰换的时候 ，KT 都有针对这些单一的零件啦、来做汰换。那如果车友们有需要做一个试乘哈，或者是有需要到我们的北区经销商，或者是南区经销商，还有中区的经销商飞羽底盘技研哈，其实啊都可以找我们这些经销商的通路来做试乘的一个动作。那如果哈、在有很多的车友其实都是在网站上或者是在粉丝团里面询问同一款车的车主，但是这样比较的方式会比较不客观了，因为有很多的就是像经理自己也会在上面回复，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那就不准了，因为我一定是推荐 KT 的产品。其实会建议大家啦，我们有提供很多不同的试乘车可以提供车友们来试乘，那试乘之后觉得有满意再来考虑就好了。询问车友的感觉的话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客观，也许你询问到的 A 车友啊，他是希望像原厂那么的舒适的，那 B 车友他是偶尔有办法会下力宝赛车场的，所以每个人需要的感觉哦，其实落差还蛮大的。所以车友们啊，会建议大家，欢迎大家来试乘，那试乘如果就不满意的话就再选其他的品牌，这样就可以了哈。那如果针对经理刚刚的直播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再跟我们联络，谢谢你们，谢谢。